接着是吴以微翔同学要为大家带来的小提琴独奏，他要演奏的是宫崎骏著名的动画《魔女宅急便》的主题曲。这首曲子虽然是小调，但是节奏轻快，旋律轻巧活泼，请大家跟着微翔的优美琴声一起遨游天际吧。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小提琴王子王微翔同学。